有自己的洗手间，一样的。然后这边好像主人房有那个 walking wardrobe， 够大，光线也很好哦，顶部也有光线的，是够大。walking wardrobe， 中间还有天井，所以你的卧房哦，还可以跟室外去通透的，有光线和雨可以看到。然后这边，哇，这么漂亮的 bathtub。